首先，大家舒适地坐在椅子上，或是盘腿坐在地上，身体坐直，慢慢地放松，直到把身体完完全全地放松下来。接着，微微地闭上你的眼睛，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。当空气吸入时，在你的意志里轻轻地念 so， 呼出的时候念着 hum， SoHam 就是我和神合一， SoHam， SoHam。有杂念浮现时，用慈悲之心引导你的思绪重新回到你的呼吸上。现在想象中有一团光芒和闪亮的烛光在你的面前，当你吸气的时候，把这团爱的火光、智慧的火光引导到你的双眉之间，让它在那里闪耀发光。想象中把这一团火光从双眉之间慢慢地向下移动，从喉咙一直到心中央。我们的心就像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，在一片祥和温馨中，一片一片的花瓣缓缓地舒展开来，光就在这圣洁的心莲里绽开出来，溢满了我们的心，光剔除了心中的黑暗，净化了我们的心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爱、祥和和福乐。接着，让这一团心中的火光慢慢地开始扩大，越来越光芒。这一道爱的火光在你的想象中慢慢地从心里往下移，移到下右腿，一直到脚趾，然后移到腹部，再转到左腿，左小腿到脚趾。我们的双脚在这圣洁的神光的照亮下，让我们在心中许下一个愿，从此
我们的双脚只会把我们带到圣洁的地方，和善者交往的地方。跟着想象，让火光从脚趾向上移，移到胸部，移到右手臂，一直到手指，然后再从右手指到胸部，左手臂，直到左手指，双手在这圣洁的神光照亮下，让我们在心中许下一个愿。主啊，我们的双手从今以后成为您的工具，为人服务，所做的都是正面的、完美的。现在，让温暖的火光移到双唇上，神圣之光照亮了舌头，让我们许下一个愿，从此只用舌头友善地、和蔼可亲地对每一个人说真话。接着再让火光移到右耳，然后左耳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耳朵只接收真情的话语、善良的言辞和真理，把神圣之火光移到右眼，然后再到左眼，让双眼沐浴在温暖的神光里，只看到美好的东西，只看到四周围的真善美。让火光移到双眉之间，然后进入头部，照亮我们的思维。我们的思维现在是纯净的，充满着真理、平和和爱。把火光带下，移过喉咙到胸中，享受光芒的照耀。感觉火光从内心扩展，充溢着整个身体，感受到神光的温暖。想象你就坐在一团神光里，神圣的光围绕着你，光就在你身上，而你就坐在神光里。想象中把这一团神圣的火光向外扩展，越来越光芒，溢满了整座房子、周围的邻居，让火光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，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国家、整个世界都在神光中。
现在想象自己是一个巨人，坐在地球上，爱的光和神圣的光围绕着整个地球，你就是那神光。把这灿烂的火光扩散到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丈夫、孩子、兄弟姐妹、邻居、同事，把光扩散到那些你对他没有好感的人，以及那些对我们没有好感的人士，把爱的能量、光的能量传递给他们，把一切生物都导入我们的境界内，让圣光洗涤他们一切，甚至是昆虫和爬虫，都是神的创造物。现在，在你的心中，在你的周围，圣爱的光散发出灿烂的光辉，照亮着整个宇宙。把光再带回你的心里，想象你所信仰的神、佛陀、观音、耶稣，或是爸爸，他举手给予你加持、赐福，停留在这美好的境界片刻。Asatoma sat gamaya, tamasoma jodi gamaya, mrityoma amritam gamaya. 引领我从虚幻步向真实，黑暗步向光明，死亡步向永生。现在，慢慢地张开你的眼睛，放松身体，慢慢地松懈你的四肢，双手互相摩擦，自手心发热，按摩脸，从下至上。